欢迎您加入这节五点钟整点新闻，我是蔡廷月。新闻首先马上带您关心最新消息，大雨不断也导致灾情不断的彰化，有一名48岁的邮差，今天中午行经分园乡彰南路一段，突然遇到路树倒塌，当场被砸中，连人带车遭压住。事发现场血迹斑斑，警消获报到场处理，出动了堆高机及破坏机具将人救出。但是这名孙姓邮差已经失去生命迹象，经过紧急抢救后，仍因伤重不治，最终是宣告不治。邮局表示将协助家属申办抚恤金，并诉请国家赔偿。